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蔡晓峰。我们今天一起再来欣赏一下，在路加福音当中，主耶稣是一位怎么样的恩典的主。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十二节来开始看看主耶稣如何呼召并且来教导门徒。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十二节到四十九节，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然后他继续怎么样的来教导他们呢？这段经文呢，你会发现路加呢会刻意描述，在这十二个门徒被选召之前呢，主耶稣是如何的整夜祷告，认真的祷告，然后在所有的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选召了十二个人，然后呢有他们的名单，然后又说这十二个门徒呢称他们做使徒。门徒的意思呢，就是学生，好，是跟随他们的夫子做学生的。使徒的意思呢，比较强调是他们被差遣出去，被差遣出去。所以似乎路加让我们可以看到，在福音书当中，这些使徒们本来都是跟随在耶稣身边做学生的门徒。其实也就是使徒行传当中，这些使徒们如何延续着耶稣升天之后在地上的工作。所以这里会看到这些名单当中，我们知道有些是渔夫哦，有些还有提到是奋锐党的西门，他们是来自不同的阶层，甚至还有做税吏的马太。这些人在跟随耶稣的当中，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后来还有出卖耶稣的犹大。他们是耶稣整夜祷告所祷告出来的一份名单，他们成为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的门徒，也是后来他差遣出去的使徒们。他们跟在耶稣的身边，那么主耶稣一面在服侍当时的世代，一面又教导这群跟在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门徒，未来他们要接受耶稣的差遣，成为使徒，耶稣所做的，他们也要继续做。所以，当我们看福音书当中，每次谈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刻，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在上下文当中，他会说明这以下的教训呢，是耶稣对着谁说的，这个对象是谁。好，所以我们会看，在路加福音，当耶稣选召了门徒之后，这群使徒的名单列出来之后，就有提到，从十七节，在六章的十七节开始，讲到耶稣和他门徒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是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的，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所以这段经文又提到了内圈的、外圈的一群群人，重重叠叠的跟在耶稣的身边，除了要听耶稣的讲道，也指望得到耶稣能力的医治。那么在这个当下呢，你一定会发现，在马太福音其实有一段平行的记录，是说耶稣上了山，然后开始教导门徒。那么那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通常称它做登山宝训。而比对于那个部分呢，路加这一段的经文呢，有些部分跟马太的记录是有些平行的，所以特别有人说这是主耶稣在平地的教导，因为经文当中说他下了山，好，有别于那一段的登山宝训的教导。所以内文当中呢，从第二十节开始，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所以下面的一段话是对门徒说的。那一定会发现哦，同样的，在第二十七节，耶稣开始不只对内圈的门徒哦，在第二十七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好，所以你会看到，在这整篇一段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当中，有包含对内圈的核心的门徒，还有对当时更多的听到的人，所以有不同的对象群体，那么耶稣在做一些天国的教导。所以首先对内圈的门徒，耶稣说了四个福以及四个祸，
首先提到的是，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的，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所以路加福音在这一段记载了四福。这四个福呢，是说贫穷的人、饥饿的人、哀哭的人、被人恨恶、拒绝、辱骂的人是有福的。其实你会发现，哦呦，带来了一些颠覆性的思考。从外在环境来看，一点都没有福啊。可是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你一定会发现，哎，在登山宝训当中有提到八福，其中四个福是跟这边是平行的。那么另外呢，路加没有停在这儿，他会继续说，有四种人呢是有祸的，是有祸的。哪四种人呢？从第24节开始，经文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你会看到，似乎在耶稣的教导当中有两种人，一种是有福的人，一种呢是有祸的人。在这个福与祸当中，明显的发现跟我们现代的看法是完全颠倒的。不要说我们现代，耶稣当代也是啊。富足应该是有福啊，可是耶稣说富足是有祸，因为呢以后呢你们就不再是这样的。然后饱足的人是有祸了，而相对他说饥饿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在耶稣去挑战当时的价值观当中，让我们去思想耶稣所提到的这些人，其实是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啊。跟随耶稣的门徒是一群有福的人，可是在当代的人的眼光当中看来并不是的。其实你会知道，在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也许在人来看都是不大称头的，不大配的，所谓税吏跟罪人。可是耶稣却说，这些的人当代在人的眼光看来是不怎么样的，可是主耶稣却说，这些人是有福的。所以在福与祸当中这两个对比的张力里面，显明出从耶稣的眼光来看，在神的国度以及人对神国福音的回应，就把人分成了两种人。我们真正看得出神国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宝贵，我们有积极准确的回应的，你会发现我们本来是贫穷的，可是却可以因为迎向神的国，我们生命成为富足的。我们本来是饥饿的，可是却真正知道唯有神国所带来的救恩信息要成为我们的饱足，我们的饥饿反而使我们被引导趋向主耶稣所传递的救恩的真理，这是真正的饱足。所以贫穷反而成为一个蒙福的记号。同样的，哀哭也是，我们当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的贫乏、软弱、罪的缠累，当我们因此而哀哭的时候，耶稣会说，我们就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慰了。所以当用这样的角度来明确地表达说，在上帝眼中真正可以蒙福的这些人的品格，他们生命当中的特质，耶稣其实就说了，这些人也就是人会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他说其实这些人带先知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留意在路加福音对先知这个主题的探讨。主耶稣基督其实也是一位先知，是圣经当中旧约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可是我们已经注意了，在拿撒勒会堂当中，耶稣已经说了，先知在本地是不受尊重的。而相对的，这群跟随耶稣的门徒能否赢取当代人的尊重呢？你发现跟耶稣一样也不会得着好待遇的。可是耶稣似乎提醒你说，当众人因为人子的缘故不怎么欢迎你的时候，其实你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福的，因为这是先知的记号。
而相对的呢，另外一群人，这所谓有祸的有祸的，耶稣会说，因为人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是富足的，是饱足的，是喜笑的，人都说你们好，而假先知也具有这样子的特色。所以当主耶稣提醒对门徒的教导的时候，提醒他们，上帝的国度还真的不同于地上的国度。所以这是耶稣首先对当代跟随耶稣的门徒首先的这一方面的教导。其次呢，我们看到耶稣在27节开始提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哎，你会发现是更外圈一些的。对这群听到的人，耶稣提醒关于爱与连续的教导，似乎在前面的第一大部分这个四福四祸的教导当中，是提醒我们真正的门徒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真正的门徒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渴慕神的国，我们如果没有得着神的国的祝福，我们就是贫穷的。这些特质是描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下面这一部分呢，从6章的27节到38节，其实描述的是我们人与人之间、门徒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横向的，是横向的，似乎是十字架先是纵向的，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准确的关系，之后是横向的。我们人与人之间应当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所以在这儿，耶稣就教导说，要爱仇敌。面对仇敌的时候，不是恨他，要爱他。当然你会了解，跟上面的教导是延续的，就是逼迫你们、恨恶你们的人，不就是你们的仇敌吗？可是对待仇敌的时候，要爱他；对恨你们的人呢，要对他好；对咒诅你们的人呢，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人呢，要为他祷告。啊，这很有意思的，这是当代耶稣的教导，完全的颠覆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很喜欢，啊，人瞪我一眼，我也要瞪回去；人打我一下，我恨不得打他两下。我们华人同胞常常会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啊，我发现不同地区的华人群体啊，这个年数不一样啊。我调查过，这最长的年限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哎，这个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群体啊。不过你会发现，哇，那么这3年10年当中，我所有的生活目标都是为着报仇。而主耶稣却释放了我们，谁说人打我们一定要打回去，非得报仇才能够一吐心头之怨呢？耶稣竟然说，恨你们的人吗？就爱他，咒诅你们的人就替他祝福啊。你会发现这个是高招，你想得出这一招吗？当然，主耶稣教导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仇敌，对待恨你的人。当然了，那个秘诀呢，就是因为前面他所教导的，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能够付出去那样子的饶恕、那样子的连续，都是上帝先给我们了，我们才可能付出。所以你会知道，这个秘诀是十字架的纵向，我们跟父神之间有一个准确的关系，我们才可能在人际之间用我们所联盟的连续、所蒙的恩典来付出。所以原则上，主耶稣是提醒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道德律，不一样的生命的定律来掌管我们。这就是从上帝而来，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在神国的子民当中，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法则来引导我们。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用了许多的比方啊，是说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你的里衣也由他拿去。当然，你会了解，这所有的比喻用法当中，不是只有完全按照字面，而是实质上是提到说，就是那些敌对你的人，不是用以敌对还敌对，不是用辱骂还辱骂，而是你是属于神国的子民，让我们能够用神国的原则来应对他。这是上帝已经倾倒在我们怀中的那种丰盛而且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是生命的本质，以至于爱与连续是我们生命当中另外的一种定律。所以经文里面会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所以就说明了，当我们真正属于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蒙爱的状态，我们不是回报式的去爱人，而是上帝
赐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第三十六节的经文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属于神的人，父是慈悲的，父是完全的，我们当然就是像他。所以当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读这一段宝贵的福音真理的时刻，你会发现它虽然是一个命令，可是这个命令的本身就是恩典哦，这不是我们能够发明的，因为这恩典的主已经把这样的生命的本质赐给我们的，所以他命令我们说把它活出来，就如同耶稣叫那个瘫子起来拿着褥子走路，耶稣吩咐他，因为那个恩典的主在他生命当中的能力已经发动了，就像耶稣叫那个枯干的右手的人说来把手伸出来，那个生命的动能已经在这个枯干的手当中，那个手就可以伸出来了。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拥有了从神而来生命的特质，生命的本质，所以自然而然耶稣在这边说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就仿佛是对吩咐瘫子起来行走的那个命令一样，这个命令本身就富有能力，这个命令本身就是神恩典的运作。所以在这儿耶稣提醒我们，当我们真正是活在神面前的时刻，当我们真正活在神的国度当中，哇，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个生命的本质是不但自己得滋润，也足以成为周围人的滋润的。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提醒了许多，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我们既然有这样生命的特质，那我们在人际互动之间可以多么的丰富。所以他另外也教导了第三十七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所以路加的教导当中，他的语句非常的精炼，就是描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不再是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富足的，我们是饱足的，因为上帝已经赋予我们这种生命的特质。之后呢，在六章三十九节开始又一个段落，又一个段落，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这个他们是谁呢？让我们思想，也许上面两个群体都有吧，就是周围的那些听到的人，以及前面所说的那些门徒。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所以这一段的教导呢，我们可以定一个小小的标题，让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认为门徒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似乎是来描述，用比喻描述门徒呢。耶稣先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都是要掉到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好，所以这就是门徒的定义哈，就是学生跟先生的关系。所以首先呢，提到门徒呢需要有清楚的属灵的洞见，自己不能做瞎子，不然怎么能教导别人呢？所以必须在耶稣的脚前先受教，在耶稣的脚前先受教，然后有这个属灵真理的洞悉了，然后才能去教导别人。所以首先在做门徒，能够被差出去成为使徒之前，可要好好待在耶稣的身边哦，然后能够学到这些属灵的真理，然后才有的可以分享。所以这边是提到某些这种属灵的洞察力，所以他提醒这个属灵的洞察力当中，如果没有这种洞察力，就会误把良木当刺，把刺当良木。好，所以才会后面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哦，孰重孰轻搞不清状况哈，这个良木跟刺的问题。接着呢，耶稣就提醒，在生命当中呢，有另外有两种果树，就是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坏树就结不出好果子。所以他用这个树跟果子的关系来描述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准确的，自然生命当中就在能够结出好果子来。如果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不准确的，我们不可能指望坏树要结任何的好果子出来。这是一方面的比喻，来提醒我们说，那个生命的本质就像是树跟果子的关系一样，是这么的自然，是这么的真实，是装不出来的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我们都习惯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哈，
这个要来布置圣诞树，这都学西方人哈，就是热闹。当然我们常觉得说，啊，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啊，就来热闹一场吧，把没有听过耶稣的同胞们都能够带到主前哈。所以我们也用这个方法。那你会发现这个圣诞树啊，现在有的时候不用这种常绿的树木了，都只用个塑胶的，好，真是不怎么好看啊。可是相对的，哇，点上灯啊，一插电，哇，就金碧辉煌了，非常吸引人啊。那说真的，有时候让我们想想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否结出果子来，是长存的果子，而不是那些挂上去的圣诞灯呢？所以这恰恰让我们来反省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否能够结出那种品格的果子，是像神的果子，是真正是能够从我们的生命的果子当中就展现出信仰的吸引力呢？所以耶稣用这个两种果树的比喻来让我们反省，真正做主的门徒，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是从树木的本身，这个具有生命力的树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是荣耀耶稣的，是富有吸引力的。说完这个比喻之后，耶稣又说了另外一个比喻，这是两种根基，两种生命的根基。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到底有没有真正遵行主的话呢？如果听见主的话就去遵行的人呢，耶稣说，这样子的人呢，好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在这个经文当中，让我们来省思生命的根基何在。准确的来说，耶稣说，我们生命的根基可以是立稳在磐石上，也就是上帝的话。那神的话作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可不是只有知道而已，而是知道而且行道。这边提到盖房子需要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我常常在以神的话语来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都用这个经节作为引言哈，就是我们来研读主的话，我们需要在主的话语当中深深的挖掘，需要在主的话语上深深的挖掘。因为我知道深深的挖掘是需要费功夫的，房子要打好地基是需要发功夫的。如果在沙土上，哎呀，不用什么功夫哈，随便插一个杆子就可以插进去了。相对的，我们要认识主的话，也需要在主的话语当中深深的挖地。你会了解主的话语呢，就算是四福音书，也是在主后第一世纪，我们今天是主后二十一世纪，2000年的时光，我们要突破时空的阻隔来认识主的话，所以需要深深的挖地，深深的挖地啊！我想各位很愿意用各样的智慧哈，来将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需要深深的挖地，来挖掘主话语，了解主话语的真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除了要在主的话语当中深深的挖掘之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的话语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深深的挖掘。我想你我都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已经有某些根基了，而这个根基是不是100%的都是在神的话语上呢？也许我们扪心自问，你发现并不是的。所以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语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深深的挖掘。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或者每一次跟弟兄姊妹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刻，我们也需要主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深深的挖掘，让我们来被神的话语来查验，在我生命当中的某些根基、某些价值观、某些我认为理所当然的是非善恶，那么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当中，是不是真正符合主话语的规模呢？所以当我们在读话语的主的话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只是花功夫的来挖掘主的话语，想要明白主话语的真意，也让我们更有这个渴望，
在我读经的当中，在我听讲道的时刻，在我默想的当中，主的话语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深深的挖掘，使我的生命更多更多的根基是在主话语上，而不再是我自己不稳固的根基上头。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主啊，让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没有一句突然返回。引导我们，当我们愿意口称你为主，做你门徒的时刻，主啊，帮助我们愿意专心的花时间坐在你的脚前，聆听你的道，让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你的话来服侍我们。主啊，使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能够认定你，让你的是成为我们的是，让你的否也成为我们的否，让我们看重你所看重的。谢谢耶稣，主啊，我渴望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细胞有更多更多的成分是像你的，每一个不像你、不属你的地方，愿你亲自来光照。来修剪，来洁净。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